开始走向国际化。哦，对对对 对, 对，慢慢的呢，把我们那个台湾新宝呢、哦、变成国际化 international。未来啊，不管是日本啊、韩国啊、大陆啊，都有我们新宝的公司，都看到我们新宝的旗帜。对，这、就是未来的希望啊。对，所以要带来这一首歌曲哦、嗯，叫做《海洋之心》，也是一首还蛮激励人心的这首歌曲。嗯、没有听过的，希望你们会喜欢这一首歌曲。来，所有的朋友，这个时候呢，谢谢掌声给我们的黑妞好不好？谢谢。海洋之心，刚讲完了，谢谢。我心中有一个无尽的海洋，没有尽头的地方，那里永远有阳光。不要完成别人给的梦想，我有自己专属眼光，付出学会成长。每一个转弯，每一个路段，每一次失望，每一次失望，不管多困难，我天天比你先来一遍，不管我不用知道终点多远，乘着风一直荡漾着漫步是疯狂，因为信仰是一家导演街上的流浪。 I'm gonna make you mine.